目前的这个整个湖北这个防汛抗洪已经到了最吃紧、最关键的时刻。通过这一次这个检查督导以后呢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发现，是吧？一些这个隐患，特别是协调要解决，是吧？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，共同做好防汛抗灾，是吧？相关工作。 这个不是来第二次，第一次吧，下午从下面演。上午从上面演，就去年然后转业回来，然后两天前开了这家。